生了没？阿莲牌口香糖，请看。好敷衍。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秋莲藤，你我的好朋友。哎，好笑嘞！为什么？哎，看我为什么买？哎，笑，导演，奇怪了，为什么他翻到一个专业流畅？为什么大家都会笑呢？我觉得网络点阅率会很高。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别人出糗，出糗，对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，就是说大家看了哈哈 哈，可是胶片胶不过，客户不会收片。因为那个阿联牌他会说，哎，这滴滴的血怕啥？对对对，变成整个 low 掉了啊！对，厂商会觉得不开心。是是是，没错。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策略，就是这样子反而对？除非阿联牌口香糖，比方说是定价是2块钱，如果它是25元，你不会掏出钱了，东西可以很便宜了。对，你不会想要掏出25块钱买这样的口香糖，因为你会觉得别人这样看。40元的那个，你就觉得说，哦，应该有30块。对，那个东西的价值。但是九月你要不要给那个阿莲一些鼓励？我刚一直在想要怎么样鼓励，可是我真的想不到。无药可救吗？等一下，你觉得是无药可救，还是有一点点希望？你会请他到你们公司来吗？你会跟他合作吗？我会考虑哦，因为他的想法非常的跳跃。其实我还蛮喜欢最后大家一起笑的那个画面，还蛮不错的。我超 old school 的。那个让我感觉有回到，比如说大概是20-30年前的广告。对，好像。哎，你们那个就可以谈。喜欢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说什么？不是，我觉得他那个广告就很像我每次转到一些就是80几台，然后突然会有广告突然就插播，明明就是个完整的广告，突然就是阿莲牌口香糖，这样我就觉得超好笑。在台专用，搬家那种的感觉。搬家公司那些。好了，接下来这个评那个投票一下啊。来，喜欢这群人还是喜欢阿莲的广告？这群人就写一，阿莲就写二。好了，来。小智，你也是选择你自己拍的过程，你不会不是不是，因为你看两个下来，你真的会记忆的是阿莲的口香糖广告，你真的会记忆的，然后会跟朋友说你有看到那个广告很鸟吗？然后会传下去。这群人这么专业，才赢一分一票而已。这样那问问四位评审老师也要投票啊？来，请投票。九万觉得是一样好哎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九万，你有话要说？我想要补充一下，刚刚说不出鼓励的话，可是我为什么投平手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广告很重视的是一个爆点，就是阿莲的会让我们猜想不到这个品牌是什么，就看前面的时候会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会觉得他的那个 idea 还蛮特别的。漂亮，好了，那对这个阿莲票数虽然很高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恭喜这个阶段是这个这群人获得胜利啦。奖，导演 Kurt 跟我们九万来颁奖，给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，请颁奖得奖感言。我们这群人会加油拍搞笑影片给大家看。好，加油！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网罗阿莲啊，我觉得阿莲说不定。好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好。好了，希望你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了。好了，非常谢谢我们今天这个导演跟这个九万，还有四位特别来宾，谢谢你们。继续制造好的影片给我们啦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。阴阳眼大学生来了，同学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11点到1点的时候显示的会最清楚。7月的时候鬼特别多，就是下面这几位一直摇头，因为他们大家都很烦，你没空理我。我小时候也不知道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样，有时候过去还会说哎阿姨你好怎么之类。阴阳眼大学生来了。